海里的鱼。Hello， 九蛋。Hello， 毛怪船长。晚上好啊。Hello， 骨头。Hello， 双眼。Hello， 晚上好。Hello， 天佑哥哥，你的手机还没有修好哦。谢谢九蛋的新之冠。Hello， 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是同一个地方，这也在台北。Hello， 月荣，晚上好。跟大家说嗨。Hello， 他超大，他的头超大。Hello， 塔瓦哥。Hello， BB。Baby， 你是谁？剪头发，我上次就剪了，我礼拜四的时候就剪了，因为我去烫了刘海，可是它烫了之后会乱弯，所以就把它分边了。Hello， 点点。Hello， 志伟。Hello， 黄鱼。晚上好呀。Hello， 呢喃猫。对，它是熊发型。对啊，就只是有分边而已，好看吗？哎呦，等一下，不太对，这边好。一个礼拜没看直播。对啊 ，Sparky， 很想你呢。Sparky 不想你。Hello， 河神。哼哼。什么熊主播你啊？比雨林，喂，什么叫终于找到？很多娃娃的脸都比我还大，好吗？对呀，我也超想你的 ，Sparky。说嗨 ，Hello， 阿翔 ，Hello， 阿翔，生日快乐。Hello， 坤坤。Hello， 季风亮。Hello， 易凯。晚上好。等一下，镜头跑掉，为什么跑掉呢 ？Hello， 什么叫难得有比我脸大的？阿翔生日快乐！谢谢 Sparky 的可爱 Mina。Hello， 对呀、啊，超大娃娃，哎个，打到我的脸。在哪？可爱。Hello， 喜乐库玛，你跟喜乐库玛是好朋友对不对？喜乐库玛，你认识他吗？他是你的亲戚。谢谢草莓酱的掌声鼓励跟 love you。什么？哪里有难得哈？嗨，大件，妈妈衣服没有啊？就是之前紫色那一件啊。只是我今天没有把裤子，就是把衣服扎进裤子里而已。对的 ，Hello HK， 谢谢你的掌声鼓励。其实林杰在里面，我也希望林杰在里面，我当然要把他带回家了。希望，你好，你是林杰吗？Hello 逍遥，虽然贝尔可爱。但最可爱的在他左边。哎，没有穿裤，没有啊，我说没有把衣服扎进裤子里。谢谢喜乐库玛的票票。那个喷钞机感觉很好玩，你们有玩过吗 ？Hello 小雨 ，Hello Kevin。谢谢喜乐库玛的藏宝图。不想领养雨林当孩子，我是他妹，不用领养我，不好意思，我自己会跟着他。Hello Jack，Hello 娃娃爱幻想 ，Hello 小兰，恭喜睡先升级，谢谢你的 Love You，Hello 清单 ，Hello 天天 ，Hello 零零儿，其实躲在里面的是你，希拉库玛，你在这吗？谢谢 Sparky 的藏宝图，谢谢 Jack 的掌声鼓励。Hello， 爱死。嗨，冰先生，冰先生你好。熊脚脚，臭脚丫跟你说嗨。
小熊娃娃真大，对啊，它是那个 IKEA 的，我有拼错吗？应该没有，是吗 ？IKEA， 它不是 IKEA 吗？它是什么的？对，它是 C 什么的，我不会拼那个。什么小孩快去睡觉，你去睡觉。它是 COSTCO。Hello 老张频道，嗨嗨，晚上好。第一次三审正式直播的背景。嗯，对。对吗？其实我忘记了。可以睡在熊熊身上，他的身上会都是我的口水哦。自己爆料。谁睡觉不会流口水啊？奇怪。果然是剑那么厉害。你们的记忆力都很好，不像我。第三行下喝咖啡，什么意思？咋？啊，就盖有架子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臭脚铃呐，是臭脚是他的，这只臭脚是他的。Hello 阿给。谢谢 Jack 分享我的直播间。Hello 富伟哥 ，Hello 林家军，谢谢 Jack 的星之冠。你们觉得我的刘海呀、啊、旁分比较好，还是直直的啊？口水可以，好恶、喔，太奇怪了吧？那个就真的只能放在那里看了，直的，喜欢直直的，漏电，明天开学，所以你明后天就可以用原本的账号了，对不对 ？Hello 坤哥 ，Hello 帅仙，都好看，比较喜欢直的，两个人喜欢直的嘞，两个都好，两个直，那是直的吧？下次再改回来，哎，其实现在可能可以哦，傻眼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差不多是这样吧。嗨，孝贤你来了，你的紫色 ，Hello 耳机讲刘海直的啊，冰先生，握报啊？谁是什么东西啊？去哪一台？哎，我这个镜头一直转过去。嗨，孝贤。你们为什么每次都要 take 一个人，然后说抓？那是在玩什么？鬼抓人吗？哎呦，我的刘海回不去了，算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就给他分，下次再弄直的，我下次再尽量把它弄成直的。哎，谢谢雨林哥，没有了。就是有的时候看一下就抓我，为什么要抓我呢？所以这真的是在玩游戏吗 ？Hello 夜雨苍神啊，夜雨苍神一号，夜雨苍神二号，夜雨苍神今天有两只手机了，是吗？九点要去守星台，好的，可以的。Hello 伏魔大帝，叫我晚上都不睡觉，哪有啊？哪有啊？我有乖乖睡觉，可是暑假就是要，晚点睡。Hello 龙宇，啊、oh, ，没有啦，耳机讲。Hello Forever。小贤，你刚刚在忙吗 ？Hello， 啊，你等等要到处去浪哦，好吧 ？BB 在花莲会来看，哦，对呀、啊、，BB
就会自己弄他的那个可爱的臭脚脚哦。Hello， 刀小峰，龙鱼晚安，小孩，就是小孩子。对，肝脏吧，好吧。你刚刚在忙，辛苦了。Hello， 孟孙雪曼。我也爱你哟、哦，你也有暑假，好、哦，帮你拍脚脚，呜，都是毛。Hello， 袁盼巧，其实还在上班，哇，三连休是什么？什么雨林脚脚臭臭？你脚脚才臭臭。Hello Max， 嗯，公然放闪什么东西？没暑假，没关系啦。谢谢孝贤的真情告白，脚脚好大，就跟你讲，这个脚是他的。Magos， 真的，哇！黑流星晚安，谢谢小蓝的星之冠，国定假日，哇，真好。对，突然出日。Hello EP，Hello 麦米钱，谢谢黑流星的藏宝图，嗯。等等我哦，各位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去弄那个了，叫什么机呀、啊？移动机，就是那个可以装网路的那个机。我在说什么？就是这种东西啦，这种东西，然后它是网路机。WiFi 机，对 ，WiFi 机，差不多，这个东东。然后啊，我现在就可以在客厅直播了，这是同一个家的客厅。嗯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讲。我不爱念后面的什么肯德基。音乐版很好听，你说只有音乐。谢谢点点的星之冠，我看看哦，你们来点歌好了，你们要听什么？听什么嘞？没有唱歌的哦，没有唱歌，谢谢麦米钱的星之冠。我们来用个头好了，用什么头呢？这个还是这个好，今天用这个好。嗯，嘿嘿，这画面看起来好热，不会啦，又有冷气，咳咳咳。KKBOX 有，你说音乐版的 KKBOX。Hello 鱼豪。谢谢你的 love you， 好温暖。谢谢，哎，谢谢麦米钱的星之冠，谢谢点点的藏宝图，雀什么？鱼豪雀什么？下星期要在客厅直播，对，之后就可以在客厅直播了，因为之前会在那个小角落，是因为。只有那里的讯号比较好，可是现在有那个机就可以到处走了。对，演唱会有人祈祷。谢谢点点的藏宝图，不是一直什么东西 ，Kimi ni 什么，
等一下哦。等等我。哎，这台不能打日文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点那首。他有没有中文名字？哎呦，臭脚丫走开！哎，谢谢消息，期待。用吃到没有，就是那个讯号问题啊。之前直播不是会一直卡吗？今天应该不会卡了，应该吧。属于不，我在讲什么？关于你。今天送了好多米娜。什么？谢谢点点的可爱米娜。我今天好白，嗨阿华，谢谢你，这是夸奖吗？跟臭皮卡一样吧。什么那个东西？你说那个鸡吗？那个鸡当然是妈妈去弄的啊，今天才拿到它。谢谢鱼豪的可爱米娜。还卡？什么？之后如果还卡的话就。谢谢孝贤的大白鲨。Baby shark, 嘟嘟嘟嘟嘟嘟。等等我哦，我看看哦，这个这样子，有了，很顺哈。对啊，因为现在用那个鸡就可以了。为什么没有这首歌？为什么找不到？还是他叫别的名字啊？有 Team SH 的。君に付いて。大自杀是什么东东？谢谢西楼库马的心之冠。我找不到那首歌呢。不协和啊？什么东东？不协和，我找不到那首歌，还是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没办法打日文嘞。现在叫人家点歌。对啊。那你们点中文歌。你忘了去买那个。对。所以我现在打字还是很慢。新 out， 大白鲨哦，好，我懂了。等一下，可是电脑，我的电脑没有，你们点中文歌，不协和。哎呀，等等，其实我觉得我还没有用习惯 Apple 的电脑，我好白，我好奇怪。七彩的微风，你要听那首啊？他给我出来布鞋，那个布的那个布鞋，用 Google 翻译可以哦。胖丁之歌吗？等等，我们先来听这首。你直接用 Siri 不好吗？它有 Siri 吗？有啊。是啊。我还不知道。先点这首，先听这首。等一下，这首跑那么慢。你们要听胖丁之歌吗？我唱给你们听就好啦。啵啵哟，啵啵哩，啵啵哩啵。哪一首？不协和音，播了播了。
了播了，快播。谢谢十八 K 的掌声鼓励，大家原谅我不能打日文，我下次研究一下再。他们的 MV 都很帅哦。谢谢龙骑士的玫瑰跟掌声鼓励跟看好你哦，唱的赞赞。对啊，很帅齁，帅帅的。我好像没办法跳这种舞，我只会那种可爱可爱的。哇，谢谢孝贤的旋转木马。你想点？喂，走开。你是真的是来乱的。害我还想，哦好，我帮你弹，好像不太对。我跳起来这个干嘛这样子，就是不太不太会跳。谢谢孝贤的给你一个熊抱。哦，他今天就有显示蓝那个勾勾了呢，上次的直播没有显示。我的刘海到底一天不岔开它会怎么样呢？他会不开心。什么脚真的臭臭吗？你的脚臭臭吗？没有了，就是熊妹哦，就是玩偶。这首的 MV 本来是在台湾拍的，真的。有有有，今天有看到狗狗了。谢谢阿翔的蓝色应援棒。看我今天夹了两个小夹子。好酷呢。Hello 阿给，你们假日都在干嘛？后面真的、哦？哎，谢谢点点的票票。其实那个票票出来我就看不到留言。加这样可爱吗？谢谢。烤肉，你加的烤肉没有分给我吃，这样子不对哦。思源也跟你一样的。哎，我那个下午的时候去那个思雅姐姐的，思雅姐姐，我好久没叫她姐姐了。思雅的台，然后那个底下有一个思源，那个不是思源姐姐啊。害我还 take 他呢，我以为是思源姐本人。你邮寄给我好啊。宅在家跟家人出去逛街，你买了什么？哼哼哼，逛街一天，哇真好。看到诗人哦，所以那个不是真的诗人。看完很开心，想说怎么这么刚好我去看，然后姐姐就来了，真是的。然后我每次都没有跟到他的直播。吃火锅买东西啊，本来看到小的。没关系没关系。没关系的没关系。对啊，不是他那时候叫陈思源希美，好像是，我记得这是一个英文名字。等一下不要播，那我来查一下。哎呦，一直掉，奇怪。出去打工啊，真的？他还在原本地方吗？你们都知道吗？哦，真的。所以那个今天那个真的不是他呢。啊 ，take 错人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他也没有理我，我 take 的那个人，他是谁呢？
们来听中文歌，更像小公主吗？谢谢。Hello， 伟明。还要打工哦，就来乱，真是的，被他给骗了。QQ， 我们来听我最近觉得蛮好听的歌，也不是、啊，也不是最近才觉得很好听，就是之前没有很认真听过，然后最近有在听，蛮好听的。每天都是星期天，真是害羞。什么搭建臭搭建当当哦，这首好哟，洗澡愉快。嗯什么东西，等一下，谢谢孝贤的一万个赞，谢谢点亮的 kiss 啾啾。怎么我看不懂？你确定我看不懂吗？好，我们就自己让他播吧，应该吧，除非我看到我没有听过歌。为什么那么多的广告呢？对，洗澡愉快。谢谢孝贤的送你一朵花花，那个也是新的，是不是？没有看过。发发，那么我不想念出来，因为我觉得我很聪明。你在看新贴纸？哦。你的贴纸嘞？什么我的贴纸？哦，对哈。写什么好呢？我的贴纸在哪？这个好，爱心糖果彩虹鱼，爱心糖果啊，写什么嘞？写什么嘞？打个 IG 账号好了 ，LIN.7111，我很怕我打错。哈？什么？我现在打你们看不到。等我，等我，我现在看不到留言，等我一下。TATTP， 哎，那个 T 怎么自动给我大写？有了。啊？嗯。这样子，这样有了吗？他有在吗？在这里好了，这样子看不到，我看到了。谢谢孝贤的心眼猫咪，我刚还没看到心眼猫咪是什么呢。臭大件，我看到了 ，Hello 米酒。敬请期待哦，阿翔。可以不在乎拥有，可以不理明天。谢谢孝贤的超赞。什么他会换？什么意思？风吹过，冰冷的心像快雪融化。喜乐哭马说：“我爱妈妈。”谢谢孝贤的要亲亲，可是我看贴纸没有那么多东西呢。哦，它是哦随机的哦，我走了。谢谢米酒的 love you， 不一定哦。Hello 燕志，谢谢你分享我的直播间。Hello 阿明，你最珍贵，你最珍贵是什么歌嘞？
高慧君的歌。谁？高慧君的歌。哦，我以为你在叫。对，珍贵。好，等一下。还是要放这，放这好了。什么？没有这首歌哎，不好意思，小贤。谢谢点点分享我的直播间 ，Hello 小野庄。谢谢小蓝的玫瑰，还有掌声鼓励。绿色，绿色是一首歌。是。绿色是什么歌？我没听过。歌谁？陈雪凝。为什么我没听过？你点了就听过。等一下，好，说不定我听过，我都不记歌名的。谢谢喜乐库玛的可爱米娜。Hello 二三九一。谢谢孝贤的可爱米娜。好啊，逆光，逆光我可以哦。嗯哼。陈芳宇有去花莲的那个呢，夏恋嘉年华。但我只有看那个直播转播，就是 YouTube 上面的转播，还没有回去。我们先听你最珍贵，然后张学友跟高慧君，这个。有花莲直播是吗？我不知道呢，看他要不要约我啊。今天没有，今天有出去玩，今天跟林杰去吃饭。嗯哼哼，还有我妈咪。这个我有听过吗？说不定有。谢谢小贤的可爱米娜，真棒。然后就上课，今天也没有去干嘛，去拿那个鸡，然后吃饭，就这样结束。干嘛不动了嘞？为什么我转回来我不看他就跑不动？怎么办？他那么爱我。我在讲什么？抹茶在山川哦，我有听说这个东西。Hello 美酒 ，Hello 果果推 ，Vivian。我好像没听过呢，为什么那么小声 ？Hello， 嘉玲 ，Hello， 企鹅，真的，这首歌，嘉玲晚上好，这首歌比你还老，是啊，其实蛮多首歌都比我还老，因为我才八岁。没听过很正常。Hello， 嗨的，好久不见。什么？你知道？送我一朵红什么？没有啊，是他们点的，就点。好久不见，害的，超过20年了，真的，酷哦。北极雪是什么？这首歌很老哦。北极雪是陈慧琳的歌。北极雪我不知道，应该吧，我不记歌名，说不定我有听过，但是我不记歌名的，所以我不能去玩那种猜歌名，因为我都可能听过，可是我不记他的歌名，所以。
乱猜一通。真的？你还没上小学？哇哦！真的？点台语，你去家里台点。我听不懂台语。我听不懂台语歌。今天是怎样老歌回放？1998，哦 ，Hello 小叮当，只记得歌曲旋律，而且我很多歌，就是很多我平常不听的歌，就是可能只听过副歌而已。所以你要我唱主歌，然后加副歌那一段，我可能要练一下才会的那种。谢谢子阳的可爱 Mina。你们在唱歌吗 ？KTV。现在是雨林的广播时间。哎，这什么刘海啊？到底它可以乖乖的吗？嗨，手滑哥，听不懂台语歌，纯纯的男子汉是什么？纯情吧，还是我念错吗？哦，有了，对呀、啊，害的，你很久没来了呢，搞不好一些歌语都还不错。当然，我才八岁，你想怎样？丁丁来了，嗨，丁丁。绿色。绿色，哇，真的有哎，好酷哦！你们有人有看过《奔跑吧兄弟》吗？那一类的节目，就是。听不懂台语，我其实台语是。听得懂，可是我觉得我讲的很奇怪，所以我不太会讲。我有听过吗？有。真的、啊。DC 还没来，对啊 ，DC 还没来。想说这首歌怎么长这样，结果这是广告。哦，是这首歌、哦，谢谢害得的枫叶。卖给啦，真的听得懂，我听得懂大部分的吧，应该。啊、哦，我听过这首歌。他是不是抖音还是什么很好、嗯？会听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讲台语很奇怪。好又害的 ，Hello 明艳，对啊，歌名很特别，我现在知道他叫绿色了。谢谢 Vivian 的可爱 Mina，Hello 朱里恩，谢谢超哥哥可超哥的可爱 Mina。Vivian 的早安抱抱，谢谢害的，Hello 玉凤，谢谢你追踪我哟。青苹果乐园我听过，小虎队，青
找不到二声好。等一下哦。哦。啊，我打错了。的历史，我可能要不是现在的歌，就是要很老很老很老，可能吧。啊，我忘记等一下再按了，对不起，被我卡歌。I'm so sorry。你这不专业 DJ。不是你年代的。失恋阵线联盟我也听过了，你还会跳是吗？来等一下，我听过，可是我会把那几首搞混。对啊，今天背景变了，今天也是在同一个家，但是是在客厅，因为现在有讯号了，可以在别的地方。 Hello Google， Hello。哦，我的少女时代的那个时期，我的侧脸超，我没有很喜欢我的侧脸，因为鼻子有点塌。国三准备联考，你还天天听这首歌，你不认真哦。因为很远，对，因为很远。还有双下巴。喂。嘿嘿嘿。正面一样，喂。错九代。答对了。Hello， 炭焙乌龙茶。Hello， 樱桃猫。四十年前。西罗库玛，这时候我就要说，没有四十年前，好吗？黑流星说：“妈妈晚安。”黑流星晚安。听你爸妈唱过，真的。他好像是第一个去花莲开演唱会的，是啊，不认识。里面是不是有那个谁啊？吴奇隆哦，对，他是他哦，有吴奇隆跟苏有朋，还有陈志朋 ，Nice 鹏鹏，雨林妈妈应该是你同学啊？怀旧，哎呦喂！货柜车演唱，我也想要货柜车演唱。对呀、啊，我高一，真的啊 ，nice 砰砰，好青涩的脸。大叔婶婶，那阿贝莎应该要了解这首歌，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们有货柜车，好啊，去跟谁讲？我也不知道。后空翻，真的？哇，我看到了，他们的 ending pose 像。你跟我差一岁哦，真的哦，苦哦。
别播别播，等一下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就叫你等一下，你在那边播。因为雨林妈妈有去看啊。是啊。看一下下来有没有什么？哎，刚刚后面还要什么？手滑哥一定比我小吧？不要透露年龄。我没有透露年龄啊。你们什么歌啊？我们不能点点流行的吗？我不会唱的。是啊，雨林妈妈是小五迷。喜乐哭吗？你怎么这么直接啊？不是吧？你也有看的？不要再透露，不好说不好说，我也觉得不好说不好说。我八岁。这首，下一首也很好听，好，叫，好好笑哦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我听过这首，谁过的？抖猛，什么东东？不要！我跟你们说，之前我几岁啊？忘记几岁。然后反正就我也是上过表演课，是吗？表演课吧，对吧？八岁。然后你知道我们的像是成果展那样子的东西，也不算成果展，就是要给家长看的一个。成果发表是一个就是唱老歌，然后你知道我被分配到要弄那个，因为我平常就很爱笑嘛，然后就是无时无刻都一直在笑，然后结果因为他们要考验我们，就是要让我们做平常不会做的事，所以他就给我分配到什么谁啊，蓝心湄。蓝心湄的歌哦。然后反正就那时候就弄了个爆炸头啊，就扮蓝心湄，超好笑的。Hello， 南野秀一，好哟，嗨的，拜拜，加油。对，蓝心湄是吗？很喜欢怀旧风格吗？没有，是因为刚刚你们点了歌，然后今天就变怀旧风格了。对。跟我差很多，就是跟我的个性什么的差很多。然后，而且他们说，你表演的时候不可以笑，绝对不可以笑，害我一直在转过去这样偷笑，因为真的是太好笑了。你知道，就是一群小孩子，然后在跳，哎、有表演这首歌，然后我跳的是什么、啊？我跳的是什么去了？什么电话？点新歌，下一首歌很好听，我们可以等这首歌播完。对，很难表演，超难的。是什么啊？蓝心湄的歌吗？嗯。他有什么歌啊？妈妈当然有照片喽。99朵玫瑰花。哎，那个是。那个不是那个谁吗？我要送你，就是，哎，不是那首歌。不是。不要爆炸头照，不要给我们看。所以手滑哥应该很喜欢月亮脸啊。
什么东西？哎呦，好白哦，为什么那么白啊？奇怪。台正宵，嗯，就白有哎，他都是数字歌王。我觉得邓紫棋唱歌超好听，超厉害。什么啊？我的第十次空白过了，都准备行李仓，是真的。什么东东？那个三个字要分开打才不会被码掉。什么意思？妈妈的。有啊 ，SHE 的，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十七很好听。那我们待会先听玫瑰，然后再听 SHE 的歌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到底有什么一直岔开？Hello CP 控 ，Hello 愚者。清风哦，我还好哎，我对他还好。他的声音很特别。期待我们的新歌，敬请期待。我觉得还不错，超好听，就是会想要一直听的人。来看雨啊，什么意思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一首歌的歌名吗？还是你在讲什么？哈喽吉川，对，辨识度很高。梦庭伟，庭伟啊。哦，我以为你在跟我讲说什么冬天要去看。很好听嘞。Superstar， 哦，我知道。因为他们十七年不是比你大啊，对哈，我在讲什么？你的第一个神推，我想说我又没有压到那个放声音的地方。小时候很喜欢，哦，我还没有出生，我在两年就出生了。谢谢骨头的可爱米娜，我要卡歌了，我觉得我时间不够。西兰很棒哎，上次送红包送到冠名哎。哎，其实他刚刚好播吧。可爱鱼鳞宝宝，这首是什么歌呢？我有听过吗？我妈妈很开心在旁边。Hello 围城 ，Hello 小树，
这是什么歌呢？没有哎，西兰，我是抢红包的时候看到你的名字。我没有听过。哎，可是我真的是有看到西西的那个 IG 现实。什么东东？啊，你说那个冠名吗？对啊。第一张，哇哦，180哦，是哦，酷呢，一定不会听过，为什么？没有，妈咪说她有看过西西的现实，有那个，有截图那个红包冠名的那个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歌，这是。999朵玫瑰。哎，西西来了。Hello， 西西。西西，我今天中午跟林姐去吃饭。忘记我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天线宝宝到齐 ，Hello， 对，要再跟西西炫耀。他老的歌吗？没听过。这边也会断钩吗？断钩是什么？断钩哦，后面那个蓝勾勾。不，蓝勾勾，我在讲后面那个勾勾。谢谢孝贤的海鸥，你要来呀、啊，不然会断钩哦。要跟你炫耀啊，林姐是我的。哇，跟你们说，今天好难得、哦，在外面，他的那个电还在充哎，之前都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一直掉，我现在充。开播的时候95%，然后冲到100%嘞，是吗？不行呐，不行呐，不可以断钩。没有啦，西西今天吃饭我也有去。来来来，都来。熊掌。太小，跳出来就没有太多城市在跑，也不是哎，我之前也是同样的状态，就是都关了之后，然后都清掉之后，杰妈没有，好久没有看到杰妈，我的干妈，白熊，他是米熊。他是张刚熊，哪有？他是米熊。为什么我觉得米熊这个名字，这个词很熟悉？跟你林姐有吗？还好吧。没了。SHE 巴黎。我看看哦 ，superstar， 网络不好，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哦，我以为是因为浪很好听，怎么就不播了呢？快播啊！什么臭味的事？哪有啊？我那么香。哇，真可爱。
你们里面最喜欢谁呀、？You are my superstar。很像宅宅追剧的样子，我平常也宅宅追剧。Hebe， 我也喜欢 Hebe。Selina， 我最喜欢 Hebe。林杰，你来论的吗？我在女神都没喜欢了。哎，干嘛突然停了呢？以前都不爱追偶像，其实我也没有特别追的偶像，就是都喜欢，都觉得很厉害。Hello， 志宏，晚上好。三个都带，都带，我在想，三个都爱。哇哦，林姐是啊，是女神呢、啊。谁谁喜乐哭吗？都带，我在讲什么？我不知道我在讲。喜乐哭吗？为什么要讲场面话呢？什么东西？对嘛？你看，其实讲出来了。耶、yeah, ！期待。我们下一首要听他的什么歌呢？喂。谢谢孝贤的真情告白。哦，真的。他有一首歌叫《热带雨林》。哎，刚刚好我讲，然后九蛋就点了。好吧。可以哦，哎，没了，他唱完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动。这首不知道我有没有听，应该有。我觉得这个广告的这个人啊，他长得好像阿修哦，你们知道阿修吗？那个《无敌破坏王》里面的阿修，有机会看到的话再说。什么吧，怎么了？处在什么东西？美丽新世界好像听过。哦，我知道那首歌。雨爱耶，看一下哦。哟，好，待会听《美丽新世界》。BB， 你是谁呀、啊？到底？说，你是谁？不是应该？不是应该，是不是那个 BB？你是 BB 本狗啊，我听过，他一直叫我，好害羞。哦，帅帅的头贴是 BB 啊、哦BB 怎么那么配合啊，好可爱哟！
B B 你好 ，B B 会开直播吗？你想要 B B 会？还没有那么快，可能还要一阵子以后才会。西西狗好可爱，西西在帮他家的狗跟 B B 打招呼，是不是？训练好之后，我就让他开播了哈。就他坐在那里坐一个小时，这样每天就坐一个小时，拜拜。会不会分台吧？不会啊，只要有主播有在。对。虽然我也觉得他会乱跑，他会捣乱。我帮 B B 拍那个好了 ，ASMR， 那个吃播，哎吧，有些人不是很喜欢看那种，然后就给狗狗，就自己的宠物吃东西，然后这样录音，哦 ASMR， 对不起拼错了，我永远不知道，就是我永远都会把它拼错。要帮喜乐库玛掌声鼓励鼓励！怎么把摄影机咬坏？因为他挂马甲了。耶！拍这支 MV 的时候一定很热，看起来。但蛮美的。Hello， 萱萱，听这个，哎，跑去哪了？回来，再说。派出间谍，啊？嗯哼，日文欸，我知道这首歌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 MV。谢谢朱里恩的 Love You，Hello 闷烧锅。成为粉丝团一级会员。总榜要110万喽！偷薪资管的 ，OK。可以的，谢谢小璇的啾啾你哦，谢谢姐姐的心之冠下啊，好啊，我听了，然后你们要猜歌词，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下一句歌词是什么。来喽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底下有没有歌词啊？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，哎、欸、没有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来喽。哦，你说这个电音吗？
要完了吗？知道吗？小丑，我也知道啊。要猜咯。啊，他怎么不唱？其实我不知道他唱到哪里。啊、哦，猜吧。西西，你是不是偷查？米九答对了，啊没有了。西西答对了，西西答对了。你林香甜食，你确定你没有偷查？西西第一个答对，要做什么？没有要做什么，就是猜歌。今天不要给你们做什么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听歌。你最后一台手哦，好，帮你拍拍手。今天不要挖坑，不要挖坑给你跳。这样我要开直播开到12点了，吓死人。Hello, Molly's. 下一首要什么啊？喜乐哭满那个是惩罚西西吧？直视与零十秒，好，我接受。什么三单键？哦，我我抢到了！谢谢孝贤的红包，谢谢孝贤，谢谢孝贤的红包。听这首。17，有妈妈又抢到了，妈妈终于抢到了，不用冠名了，希拉，我对不起你。红包是一个很好的礼物，大家都可以收到。Hello， 强森。Hello， 黑哥。谢黑哥的可爱咪娜，谢谢西西的心之怪，什么东西？你的紫色底子是喜乐库玛，你说的那是什么？哦，马奎欧的歌。再来一次，哦对，还来得及。谢谢西西的心之怪，麻辣心。你们施压他每天播嘛？刚刚才按，哎，好厉害！所以他一定是分发好的。
相随相守之间，交换热烈时间，时机，许多情节如此现，似不见。时间的长河，莫非你们不可？缘分的谜语会留成一首歌。什么东西？Beauty 什么时候买嘞？找不到那首歌，等一下。对啊，这首歌是 SHE 的十七，我觉得很好听呢。王心凌，我也喜欢王心凌。不要哭，天佑哥哥。我们播到十点好了。张韶涵，旁边有林雨一直走哎，林雨是谁？他是我的亲戚。Hello， 小明。哼哼。谢谢小兰的真情告白。林一一直走。谢谢有美美哦。哦。我有看过他的签唱会，但是我没有去给他签。你还看过蔡依林的签唱会？是蔡依林吗？王心凌也有啊。哦，都有哈。同一个地方。没啊，我觉得很酷哎。什么时候给你抱？不要给你抱，我给你抱。Hello， 任品君，也没有再去追星耶，就是路过。可是我通常路过我都不会去看的，就是远远的看。对，给你抱。看一下我找不找得到什么 beautiful， 忘记它是什么 beautiful。 Hello， 哈哈哈。哦，什么？为什么中间的字都会被抹掉？什么 my life？ 等一下，找不到。Hello， 任品君。Hello， 小智贝儿。等等，等一下啦，不是你啦。我刚刚有看到那首歌，可是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奇怪呢。
找不到。我看看哦，这为什么那个字都会被抹掉了？为什么没看到呢？啊，我找到了！哦，我得到了。哎呦 ，up， 为啥 up 上呢？不知道。嗯，什么东西？恋人未满。我跳过他了吗？那我们待会儿来看。哎，我们没时间了，我们下次再来点歌好吗？这是最后一首歌。我有听过这首歌吗？我们在听这首歌的同时，我们来念宝吧。念宝宝喽！太短了。你也知道。嗯。哦，谢谢你们的礼物，谢谢。希洛库玛的 kiss 啾啾，谢谢小明的可爱 mina， 谢谢木婷的可爱 mina。 哦，日文呢？这么多首歌有日文呢，其实好像也才两首，我目前听到。我们来念榜榜。谢谢天佑哥哥的可爱 mina， 下次还要好久，不会不会，两天就来了，等我哦。谢谢西西的玫瑰。麻辣鲜师是什么？好，我要来捏棒棒了。杜诗梅现在在哪里？谁？麻辣鲜师里面的。我来念喽，我来念喽。好，妈妈什么？我们今天全部念完。32个人。好。第32名是小叮当，谢谢小叮当。第31名是子阳，谢谢子阳。第30名是害的，谢谢害的。第29名是 Jaco， 谢谢 Jaco。 第28名是 Vivian， 谢谢 Vivian。 第27名是黑哥，谢谢黑哥。第26名是阿翔，谢谢阿翔。第25名是草莓酱，谢谢草莓酱。第24名是龙骑士，谢谢龙骑士。对，今天没宝宝信，因为我把它弄掉了，要重弄。对，好。第23名是 CP 控，谢谢 CP 控。第22名是木婷，谢谢木婷。
第二十一名是美酒，谢谢美酒。第二十名是 HK， 谢谢 HK。第十九名是小明，谢谢小明。第十八名是超哥，谢谢超哥。第十七名是于豪，谢谢于豪。第十六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。第十五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十四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。不要给你看腿腿。第十三名是天佑哥哥，谢谢天佑哥哥。第十二名是米酒，谢谢米酒。第十一名是睡仙，谢谢睡仙。第十名是手滑哥，谢谢手滑哥。第九名是黑流星，谢谢黑流星。第八名是骨头，谢谢骨头。第七名是点点，谢谢点点。第六，我还没念完。第六名是喜乐库玛，谢谢喜乐库玛。第五名是朱里恩，谢谢朱里恩。你为什么要偷拍呀、啊？第四名是麦米圈，谢谢麦米圈。第三名是小蓝，谢谢小蓝。第二名是 Sparky， 谢谢 Sparky。第一名是孝贤。嘿嘿，耶！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谢谢你们。哦，谢谢小轩的真情告白。辛苦了大家，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的直播。小熊跟你们说再见。我们来拍个照。我说我今天亲到肉肉了，好险高桥城没有来。他跟我拍照，然后他就说，那你用那个亲我的动作，但是你离我远一点点，我就好，然后他就一二三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就亲到了。他现在那个、啊，他跟雨晴联播，谁？肉肉。嗯。其实我之前亲过他了，那是他的生日礼物，我也要给他一个生日礼物，然后亲亲，加上我的亲亲。对啊，他很好笑，他每次都自己不喜欢亲亲，可是他都会对我讲，然后又讲的那个脸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吻魔就是有机会就。好啦，今天谢谢你们来看我的直播。拍到崩图，发生什么事？好吗？崩图三连拍，技术问题，技术问题。
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的直播，爱你们哦。不行啦，孝贤月底还要再设一班呢。哦，对。拜拜。拜拜。大家拜拜。好了，拜拜，跟我的头一样大。好了，拜拜。